乐城商务广场，位于石家庄主干道淮安路与西二环交叉口西南角。乐城广场是集超市、写字楼、家居卖场于一体的繁华商业街区，每天车流量众多，广场车位有限，无法满足停车需求。东明国际为解决这一问题，委托大洋泊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地下建设智能立体车库。该项目为全自动智能平面移动车库，共建设地下三层，设两个存取单元，每个存取单元停放78辆车，共建有停车位156个。存车时，顾客按照引导指示将车辆停放到出入式的停车平台上，工作人员在操作时刷卡并按存车键存车，顾客离开出入室同时，系统对车重、车长、车宽、车高等情况进行检测，对室内进行生命体扫描，自动门关闭，系统确认安全后，升降机承载车辆下降。搬运器将车辆搬运到应停层高度。由横移台车将车辆横移至目标车位，并搬运到指定位置。取车时，工作人员在操作室刷卡取车，横移台车移至指定车位前方，将车辆搬运至横移台车上后，横移至升降机位置。升降机将车辆提升到取车平面，车库门开启，顾客进入出入室，将车辆开出。该项目采用大洋泊车先进的加仑式搬运技术，结构简单，存取车效率高，车辆平均存取时间仅需80秒，方便快捷。整个系统通过超限保护、超时保护、防坠落保护、车辆自动对钟、车辆滑移保护等20多项措施，保障设备运行的安全性。大洋泊车作为国内智能泊车行业的领军企业，总车位数突破35万个，并出口至欧洲、拉美洲、非洲、东南亚等地区，并在近年积极开展 3P 领域合作。空间有限，泊车无限，大洋泊车
愿携手有识之士，共创中国智能停车行业之美好明天。